Yeah.谢谢，因为你照相总是要找一个好位置照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远远照的、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你陈记者，哎，他是你找来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怎么不熟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是昨天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我是看到你昨天的那个 DM 我才过来的。好了，哎，那个林姓也，他们也不要让他录啊。对啊，是让他录一遍不错。对对，谢谢，谢谢。亲爱的各位贵宾，请麻烦你们坐下来，我们一一的发便当，好不好？他从台南来啊！哎呦，台南来啊！哎呦，烦请各位贵宾坐下来，我们一一的发便当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的协会之一。我会叫你啊，叫你纪律啊，我就是一个题目就是纪律啊。对啊，你看有协会啊，各种标识。这老板也呢，我叫着吃的。这资料在里面去拿去，有吧？你找了？对，在新闻关的嘛。大报。好好好。报。你们很多资料。我负责老板，我负责电视吃。老师，我看一下这本书。看。对对对。这个。北京的，北京的。有找到吗？没，我看看。您这样很麻烦呢，我是不是？我一天没一毛钱都没有。对，你要敢给黄奕当官。你这一天多少钱？一天多少钱？自己骑车去啊。放在最下面那看，吓我一跳。我在想说是没有这个我就惨了，我不能，因为背着比较方便，哎，不拿着就很惨。拿一种？哦，不，那个还要手拿着。我也有背着，那种是坐着的时候拍那个，这样坐着一放就这样。因为你看这个长镜头怎么办？还没拿嘛哈，还没先坐着，马上就。哎，有坐的吗？没有，拍着。那我不要。谢谢。后面我看见你比我年轻很多呢。就这上面都有亮啊，哈，没有黑黑的，这个也白白的，一个三，一个三就免疫功能啊。那我的血液这么厚，然后呢，血管那么长，你是血管短短的，你那血整排都没有啊？那我的整排都这么长，不是有身高，对的，那我有身高。我没有身高哎，我一高都没有，一高都没有，但是你的血管不健啊。
那不近就刚刚有照到这个吗？刚刚有啊有啊，你有讲吗？你有讲吗？你有讲跟我怎么样？讲我是怎么样？哦，对，因为我要放在网上。你的血管就是说有多有，你的血管就是说你血氧不够，所以你的那个血氧没办法达到末梢，所以就很短。那就是你的太疲劳，那你的末梢没办法达到。啊，我的末梢呢，都达到最高点。所以你就很早睡觉了。其他别早，最近又是不好，只有几天。我的血管它没有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我的不行，没有啦，你的血管很浅，浅，等于是你的末梢不浅，你的末梢很好，没有达到这个像我们的血管，末梢就是说你的血管沿着那边边而已，这么边边而已，这个就是达到这个高度的。麻烦你们待会餐后的那个饭盒啊，后面就是饮水机旁边有一个大的热水袋，麻烦送到那边，放在那个热水袋里头，谢谢。
看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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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